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在家。今天分享一个艾草咸蛋肉松糍，软糯香甜，做法简单。七只咸蛋黄，喷入米酒防腥，入蒸锅蒸12分钟。12分钟后取出压碎，加入1大茶匙花生酱，加入2大茶匙肉松，搅均匀，做成每个20颗馅心。还有我提前做好绿豆沙馅，100艾草，要叶不要梗。摘好洗干净，准备一锅开水，放入1茶匙盐，放入洗干净艾草，焯水1分钟。焯好水捞起，放入冷水里，再捏干水分，再切碎，放入搅拌机搅成浆。艾草切好之后，成品是80克左右，加入250博升水，搅成浆。搅好之后是这样的：200克糯米粉，60克澄面粉，加入1茶匙盐，倒入1/3艾浆，少量加入，不够再加，千万不能一次性加入哦。揉成团，加入10克油，还剩余下1/3的艾浆，做成每个46克的粉皮。将粉皮搓圆，再压扁捏开，捏成中间后边圆薄的面皮。放入馅料，再慢慢收口，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放入蒸笼，再做个绿豆馅的，放入绿豆馅，全部做好之后，放入蒸锅，大火蒸15分钟。
15分钟后艾草瓷就熟了。软糯香气，艾草有暖身暖胃功效。喜欢吃的朋友就试试吧。软糯劲道，馅料咸香，而且艾草全身都是宝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我哦。更多原创视频，关注美食在家。谢谢支持，明天再见。